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宝。那我想呢，今天这个行情哦，是算是还不错。那当然，经过了一个算是也算长假了啦，哦，光台风天就已经放了好几天了。哦，那再加上一些哩哩啦啦的，哦，整个礼拜刚才拢无做个股票哈。那接下来我想就慢慢恢复正常了。当然，这个礼拜还有这个双十国庆嘛。那我个人认为，当然就是。哦，这个毋庸置疑的，包括政府，包括很多的啊，都是哦。那我想在这个位置上啊，就是说接下来，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哦，有一些中小型的电子股会是非常的可怕。哦，记住我讲的话就好了。哦，中小型电子股会是非常可怕。今天有一只股票介绍给大家，这一只股票啊。中最强的阳起狂飙光中之王鸿海集团的，哦，我不要跟你多讲什么，6668你就把它先记住了，记住四个字，底部发飙，底部发狂，就记住这几个字就好了。哦，这一支股票啊，今天送给大家，鸿海集团的这一支股票，记住几个字，底部发狂，底部发飙。底部发狂啊，哦，底部发飙，哦，不是高点哦，它不是高点，它不是在高点哦，你就把它记住了哦。这一只股票，鸿海集团的，哦，你不要问我啦，什么大订单啊，什么消息啦，啊，底部发狂，底部发飙，就记住这几个字，重点在底部发狂，重点在底部发飙哦。今天这一只股票呢？哦，双十国庆送给大家。哦，当然有人爱买红海啦，哦，爱买红海。但是你看嘛，你看这速度会比红海，哦，卖个贡啊，会不会快好几倍？我不知道。你就记住，中最强的阳起狂飙光中之王6668。哦，记住哦，记住哦，鸿海集团哦。哦，那我这边给你写的，反正你就慢慢看。那我今天就送你几个字，叫做底部发狂，底部发飙，6668，啊，放在心里面。哦，那当然最近台积电也很凶嘛，哦，台积电很凶。那今天有一只股票我要送给大家，非常重要。那我让你看啊，哦，我让你看啊，你就看，懂吗？我让你看，台积电灾了，台积电概念灾了，这卖我讲了，哦，先放在心里面。其实我陈老师跟大家谈股票 很简单，啊，因为我不要讲的太复杂，因为讲的太复杂你也听不懂，对不对？就像你看我这股票，你看你没有人要啊，谁要买这个东西？以前跟你讲得得供哎，今天来创新高了，今天买都不买，一天才200张，你来很背，一路卖就创新高了，对不对？我讲的你会听嘛？你看这真的这列股票哦，卖掉就大起啊！我讲你卖给他讲黑啦。啊，谁会讲这股票啊？一统天下，新的天王，今天也创新高了。今天也创新高了。今天也创新高了。你就一路卖嘛，一回来就卖，一回来就卖。那我就跟你讲，有一天你就知道了。那我就跟你讲，这个叫统新啊，有一只股票啊，我跟你讲，你看看，这个会不会以后比统新更厉害？这一只股票叫新门啊，统新的爸爸。你等着看好了，你等着看，我这一只股票叫做统新的爸爸，统新乘以二，叫做统新的爸爸。明后天你看这一只股票会不会涨？你小心被洗掉哦！我跟你讲哦，明天10点以后，你等着看有没有主力大户，有没有不明的订单开始做洗盘，直接上攻，你都没有了，他就来了。哦，这一只股票叫做统新的爸，这叫统新的，啊，哈，哦，没人爱买啊，统新哪有人爱买，对不？
哦，记住哦，记住哦，统心的爸爸哦，把它放在心里面的。我陈老师，我讲话很清楚，不要说啊，陈老师啊，你讲的不清楚，我讲的不清楚，讲的不清楚就算了，讲的不清楚，对不对？反正你又不买，反正你又不买。哎，统心怎么变得那么强？哎，这股票我没讲，你还搞好笑呢？这我第一个讲的呢，你讲我没讲。五十多节老师在讲这个，哎，这个已经讲了，还不止讲一次。八月五号，这后来讲了很多次，每次拉回来都跟你讲。哎，八月五号一天才多少张？245张。你搞个，你看看给哪里？对不？这个得天下，真的有人要讲这个啦，得天下，迅速得天下。八月二号，你看看今天每个老师都有。哎，谁要讲这个啊？也是小股本，跟统心差不多，也是小股本。迅速得天下，哪有人要讲这个？陈老师，你每次讲那个，讲那个股本很小的，然后又很，又那也没，我跟你讲的东西，你反正你听不下去嘛，啊，你听得下去吗？你听得下去吗？你都我知啊，你都爱买大机的啊，对不？台积电上好啊，我是爱买小机的啊。所以我今天我跟你讲啊，你看这个迅德啊，跟统心啊，这两只加起来啦。我告诉你，迅德加统心啊，未来你看着好了，这个新闻啊，明后天小心直接被洗掉，直接上攻。这新闻你卖了，你试试看，你卖了这个以后直接冲到300以上，你不要说它居然有大利多，居然有大订单。这个新闻啊，我今天跟你讲这个，你不要以为你明天等着看好了，10点、10点半以后，这个会直接有单子，直接拉账去拉走。你不要乱讲哎，我的公仔你敢不会听？我讲这個，你敢有要听？你敢有要听？啊，我你这不是我讲的，你敢好笑？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第一个讲的吗？一个6438，一个6426，反正我今天送给大家哈，这一只股票哈，我跟你讲，你不用买，你不用买，你看有人会不会大买特买？我告诉各位，这一支股票啊，直接啊，很快的，我跟你讲这个啊，未来我跟你讲，这一支股票啊，叫做底部发飙，底部狂飙，底部发狂。我跟你讲，不是叫做头部发狂，你现在买很多股票都叫头部发狂，你现在买了一堆股票都是叫做头部发狂。我这一支股票今天为什么要送你？这一支股票叫做底部发狂啊，鸿海集团的第一级战将的第一级里面的最前锋的第一级的最标王的鸿海集团里面，我跟你讲，你先把这个记住，6668。我今天送你的这个会不会是底部发狂、底部发飙？就这么几个字，我也不要再跟你扯那么多。这一支股票我今天给你盖住，我叫做底部发狂、底部发飙，就这几个字送你，我不要跟你讲。这一支股票，它有订，它有没有订单？我记得以后跟你讲啊，以后给侬，大家拢以后拢未看到红海啊，拢看到伊啊，你看伊个涨停，对不？红海起啊，红海我相信会起啊，起到200以上啊，对不？啊，你以后你看伊。我跟你讲，以后一堆老师都在讲他、啊，会不会有大订单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跟你讲，这一支股票直接送你叫底部发狂、底部发飙。还有，我跟你讲，最近大家说真的很爱买台积电，我跟你讲，你等着看好了。这一支股票啊，未来台积电概念，台积电概念懂不懂？台积电概念里面有一头拉股了，对不对？有一头拉股了。台积电概念股里面有一头拉股，你知道吗？台积电概念股里面一头拉股，大家都很爱买，都很爱买台积电概念股。反正我不要再讲哪些是台积电概念股，对不对？一堆人都会跟你讲嘛。我告诉你，这种没有人，这种这一支股票叫三连啊。这一支股票，我跟你讲，这个未来啊，你会发觉到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记都会看得到，它是台积电概念里面最可怕的。这个三连啊，你看，像我讲这个迅德，你有听过我吗？以前它也不涨啊，
对不对？我以前我就跟你讲，这个迅德会是在他这个领域里面以后最会飙的，因为这个迅德他本身做的东西跟他一堆相关的概念股一拖拉股啊，大家爱买一大堆跟他相关的类股的拖拉一堆跟他相关类股的概念股，就是不买迅德，就到最后变成他最飙，为什么？股本的问题嘛。我跟你讲，你今天一大堆人都一直爱买台积电概念股，买了一堆台积电概念股，说真的也没赚，还套牢嘞。你以后你要知道，这个三年啊，这未来是台积电概念股里面，我告诉你会是最可怕的台积电概念股啊。就像这个迅德一样啊，你知道这个迅德概念里面一拖拉股了，大家都买它跟它相关的一拖拉股也不涨，就到最后它这个整个概念股里面它最标变迅德，为什么？所以我今天我跟你讲，这一个台积电概念股很多人很爱买，买了一拖拉股台积电概念股，你以后就知道这个三年是做什么东西。算了，我就跟你讲，反正有一天哦，会涨三倍。我跟你讲，这个以后，我跟你讲，这个以后啊，这一支股票以后，我跟你讲，就像建策一样。100块变成1000块。我讲话人家不信。我跟你讲这个啊，很多投信啊，国内的投信啊，你知道国内的投信啊，你就记住了，国内的投信记住了，我不要讲哪一家哦，什么群益啦还是什么的，我不要讲那个，我就跟你讲国内的投信啊，你看以后这一支股票会拉三倍。我想台积电概念股很多、哦，你现在看到了很多台积电概念股，你小心有人在那边慢慢慢慢的，也不见得这一支三连呢、啊。而且我今天我要送给大家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会非常可怕。为什么今天这一支股票叫做底部发狂、底部发飙？我给你盖住，我有我的意思，你不要等我搬开来。我跟你讲，你看着好了，你这个哈、哦，你这个跟你讲，有人要买这个吗？啊，有人要买这个吗？有人要买这个东西吗？现在大家你看看，都创新高，都创新高了，都创新高了。我都在这边跌的时候跟你讲呢，而且都没有量呢，一天900张啊，一天245张，这统新呢、啊，8月5号，一天200，那是最好是这几差小，这怎么得天下，得个屁天下？我跟你讲，跟他一样的相关的类股，一堆人买都没有赚到钱，结果他这个类股里面变成到最后变成他最标，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没有嘛。一样的，跟他相关的类股，大家买了一头拉股也没赚到钱，就变成拉他统信。我就跟你讲，这个大老板，算了，我不要跟你讲，讲这个哦，大家就是伤感情。我已经跟你讲了，这就是大股东想要走。我那时候8月5号跟你讲，真的是这个，我说他每年都会做一波啊，这统信很厉害。有没有？我说这小股本啊，3.8亿而已，你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我说这个以后很厉害。我那时候要跟你讲，这大股东啊，6426。所以我今天我就跟你讲，明天会涨什么？明天我告诉你，明天我告诉你，你看这个统新涨完了，你看明天新门会不会碰起来？我跟你讲，你明天你等着看，10点以前你一定被洗掉。我没有在跟你乱讲，有人要跟安诺你都卖过讲啊，就像这统新一样，今天统新拉上来创新高，对不对？我跟你讲，小心明天我告诉你，筹码新门全部被锁掉。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有个统新，这个新门，这叫统新，这叫新门。陈老师因为都有个新，我告诉你，这个不止新啊，这个为什么我叫这一支股票未来是统新的父亲啊？统新在开一扇大门叫做新门、啊、统新未来在开一扇特大的门叫新门，你就把它记住，一个叫统新、哦啊、一个叫新门。统新涨完了以后，统新会为它开一扇很大，统新涨完了以后，统新会为它开一扇很大的新门。我今天讲这个你不要有乱讲哦，
明后天小心有一只电子股大涨特涨，新闻明后天直接被洗掉，直接上攻拉近点。我跟你讲，你以后看到这个数字你也不要怀疑啊。陈老师啊，这新闻这董兴会涨，我都没在信的，没这这是啥事啊？这讯德会起，这种东西会起，我跟你讲还早得很呢。他的类股很多人买他这一样的类股都没赚到钱呢，就涨他了，那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你又不要啊。哎，八月二号呢？八月二号呢？在哪有人买？八月二号你看几张？900张，现在几万张啊？10000张了，啊，真的难买。迅速啊，真的在迅速得天下，这个好小，那我的一路股票叫迅速得天下。我说以后有主力在里面搞，你不要小看这个，这种主力喜欢玩这种小股本的，你们看他。你买的是买那个700亿的股本，对不对？人家都喜欢玩这种3.8亿的，你喜欢买都买那380亿的股本。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他股本多少？你知道他股本多少？你知道他股本多少了？你知道他股本多少？反正我今天懒得跟你讲这个，我跟你讲，我今天最重要，我今天给你盖住这个啊，叫做底部发飙，底部发狂啊！你现在买的都是头部发飙，头部发狂。你现在买很多股票叫头部发飙啊，头部发狂啊，对不对？创新高嘛，大量嘛，头部发狂嘛，头部发飙嘛，对不对？老王爱说笑嘛，老王爱说笑，都喜欢爱说笑那种头部发狂、头部发飙的嘛。我喜欢跟你讲底部发狂、底部发飙的，你不要以为我在乱讲。大家最爱买红海吼，我今日跟你讲，以后你就知影，红海起，伊就会飙。我叫红海起，红海起，这个股票叫红海飙，足俗的。很便宜，你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200块的鸿海叫高价，好不好？这个以后我跟你讲，用一个月、用2个月的时间，直接追上鸿海的价位。等你鸿海对它会涨，我告诉你，以后这个叫做鸿海集团里面叫做底部发。我今天陈老师，我不是在跟你乱讲，你一直以为说，哎，陈老师跟你乱讲，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感谢我。记住，明后天直接被洗掉。你看好了，来拉近一点，10点以后啊，我们约10点。我告诉你，所有的卖掉的人会后悔。你统心不就后悔了吗？你卖掉的人有没有后悔？有没有后悔？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有没有后悔？卖掉的这边卖的人，这边卖的人，这边卖的人，有没有后悔？那来呀、啊，来，你看着好了。明后天我看你会不会后悔？你今天给我卖的人，明后天你看会不会后悔？我跟你讲，统心上来了，记住，统心接下来他会开大门，统心接下来会开新的大门，来迎接各位。你不要管什么叫相关联，我最讨厌跟人家讲那什么相关联的，啊，这跟那有关系，那又跟那有关系，什么关系？会飙的就是会飙。我跟你讲，今天飙统心，明天你小心，我告诉你，直接全部被洗掉，叫新闻。我们明天约十点哦，十点好不好？约十点好不好？你没有，我跟你讲没有咯。陈老师怎么一下子上去了？我跟你讲，我这个不是乱写呢。还有，我今天跟你讲这个、啊，你给我，你我跟你讲啊，国内的投信啊，你不要管是群益啊，还是管是什么元大、啊，我告诉你啊，
国内的投信，包括很多的投信啊，国内的投信已经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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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台积电概念股，你知道吗？喜欢台积电的人就是买台积电嘛。但是你知道有些很凶猛的人啊，他就现在他会去找那种台积电，台积电概念股里面他当然分很多、啊、台积电概念呢、啊，台积电概念呢、啊。你把这几个字给我记住，台积电概念股是很多，台积电概念股很多，你先把它记住，三倍大联合。我跟你讲，台积电概念股有很多，记住三倍大联合，不是一倍哦，哦，不是两倍哦，是三倍大。台积电概念股很多，台积电概念股有很多。有人说，陈老师，台积电会不会再涨三倍？哦，你卖个卵老母啦！台积电再涨三倍，但是台积电概念股里面有人会涨三倍。我告诉你，包括国内的很多投信啊，你不要在外面乱说了，好不好？我讲迅德你也不买啊，我讲统芯你也不买啊，你看有没有标嘛？你来，你也不买啊，来，你也不买啊，你来，你今天看有没有标？这是我第一个讲的、啊，迅速得天下，一统天下的新天王，这你都不买啊？好，那我今天跟你讲嘛，台积电概念股，我跟你讲，记住，国内的投信已经在锁定台积电概念股里面三倍大联合。我今天跟你讲的这种股票，各位投资朋友，未来可能啊。这个就有人会跟安怎你知道，有人会跟中间你看统芯迅德你愿意买吗？今天都创新高啊，迅德今天创新高，你看统创新高没有了啦，陈老师我都没有、那就没有就算了、那你看我今天跟你讲哦，明天我们约十点好不好？陈老师今天给大家的这一支股票先放在心里面，底部狂飙，底部发飙，我这个我不要跟你讲它叫什么啊，中最强的扬起狂飙，光中之王，我不要跟你讲6668，我不要跟你讲什么，我告诉各位，底部发飙，底部狂飙，不是头部发飙，头部狂飙，而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东西先放在心里面就好，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
和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记住哦，国内投信哦，反正我跟你讲，动作快就对了啦，你不要动作太慢了，不要动作太慢，有没有听到？不要动作太慢，安尼我讲你怎样？记住几个字：底部狂飙，底部发飙，不要动作太慢。今天统新拉上来创新高，记住了，小心被大洗掉，好好把握，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